次都需要注意，因为现在我们太聪明了。他年近六十，孑然一身，找一平台，找一平台，真是一起生活。他一个人生活了四十年，却不敢让人知道。人家死，你说就这样死了，都扔了这一边，一点依靠都没有。每个周末，他们都会出现在红墙之后的这个公园里，给自己找老伴。在公园里，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？相亲会不会有结果？这架势的谈法就像遭报应。记住了，我可能好多地方给你特殊。红墙看见即将播出。这是一面红墙，就在北京城最著名的长安街边上。红墙后面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公园，叫昌浦河公园，里头啊是另一番热闹。您找的什么样的？欢迎来到看见。退休金多少啊？儿女已经担住了吗？哎，我就想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每到周末，在京城故宫边上的昌浦河公园里，就会聚集着很多老人，三三两两说着这样的话。这些老人到这儿是相亲来的，给自己相找老伴儿。这些相亲的老人家想找老伴儿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。之前呢，也有亲朋好友给他们介绍过，但一次两次不行，这些介绍人呀，也就逐渐的失去了热情。也有一些老人家去过婚姻介绍所，但基本上钱花出去了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。唯独到红墙下的这个小公园里，门票没有，而且不用给任何人添麻烦。如果彼此之间看着合适的话，凑上去就能够聊一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结识了两位老人。这两位老人为什么要找老伴儿？他们找到意中人了吗？我们今天的看见就要给您讲述这两位老人家找老伴儿的事儿。赵大叔今年六十岁了，他的眼睛有点不好，但是在公园跟其他的大爷相比，赵大叔看起来年轻了很多。先跟你们说啊，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。哪种人？就是想要那种人，就是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嗯。哎，就是虽然岁数大一点，就能够安度这晚年嘛，是吧？我不是那种人。七几年八几年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照的。这好像我想想，这哪照的？不知道，哎呦我，这照片我哪想起来的？这是赵大叔年轻时的照片，那会儿他二十多岁，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在航天部的工厂上班。
镐焊街技术一流，工资一个月是80多块。据说当时啊，连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够解决的技术难题，他是药到病除。在家人、领导和街坊的眼里，他可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好青年。不过赵大叔告诉我们，当时他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的工人，挣那点有数的死工资，于是就离开了工厂。后来因为一时起了贪念，还走了一段弯路，因为倒卖汽车被抓进了监狱，判了8年徒刑。51岁那一年还摔坏了腰椎，造成了视神经萎缩，眼睛因此也就看不清东西了。而老婆和孩子也在他进监狱服刑期间早早的离开了他。如今赵大叔已经60多岁了，依然是孤身一人。你想我1月6号回来的，那什么天儿？那正好是39天啊！就这屋，你像39天，几年没人气儿，你说这屋子什么样？我又什么都看不见，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还能有点光感，那会儿就是黑天白天分不清啊，真是摸着进来的。还那会儿还没有这棍儿，这棍儿是我们家老四给我的，那会儿还没有这棍儿，就是摸着墙回来的。你说那什么感情？什么感情？你说。如果上来就。赵大叔说，以前他也算是风光过，10几年以前就开上了私家小轿车，还玩古玩。家里那时住的是31厅的大房子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现在赵大叔就住在这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子里。以前挣的钱早没有了，每月他就靠300块钱的低保过日子。我就从我这些我回来以后没买过一件衣服，认识不？这还真是真的，我不骗你，这个他妈普通这个背心可能好几百呢。这都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8几年9几年呗。我买衣服从来我特挺讲究的，就现在是狗想讲究讲个屁啊，什么也不讲究，现在就凑合活着吧。那饭呢吃不了就像赵大叔住的房子是父亲留下的，四周住的竟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老邻居，大家都知道赵大叔的过去。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。穷干净，怨不了。什么叫穷干净？穷点儿要穷点儿。谢谢，不能干了。现在几点出门？2点00。啊，那个啊，那边那个。请我们吃饭，现在还没让我吃呢。走，请你吃饭。我们俩抱着累。你谁请你吃饭？这东边没请你吃饭。那你就一直扛到现在。没有，我早吃了。太行了，那行。不，这身材是你掉下来了，是不是东？要不就上我这儿了。太棒了。我现在有一点那个希望，我就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什么样的地方？就我家这个周围的环境。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。为什么？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我笑话。我特别需要这么一个人。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太寂寞了，我找一个最起码能够跟我有跟我一个找一个知音吧，没准还能够创造点条件，扭转我现在这种处境。在天门前外地一走，老总往那问：“你们干嘛呀？”找对象啊，丢了我腰没面子，给国家不会生风光。这位抱怨的老太太姓郭，今年68岁，没有结过婚，
到现在一个人生活已经快40年了。你看我后头全铁丝网的家，进来好几次人呢，就糊窗户、防窗户啥，我请的民工，当时退休班来了就知道，人家男同事老人说，告诉你啊，别告你一个人，别告你一个人。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，怎么也睡不着觉，我就起来了，他就听着嘎子把纱窗拉开了。一开着后边这门，呱，这门一响，我一嗓子，他跑出去了。您什么时候意识到特别？就从几次病倒了，没人管，我稍一会儿都昏迷了。家有人没人，你别住院了，3天危险期不脱，人家叫你走，我说我走不了。那你给写签字，签字自己负责，死不负责那让写了。真是去找活路去了。您是去找活路？您说那可早点活，早有老实巴交，可不早能活，要不我就瞎混，就混。因为他们说得了，今天活就活一天，明天再说，明天死，你说就这样死了，我都扔了这一辈子，一点依靠都没有。从老太太言谈间，我们能感觉她到公园相亲很不情愿，但是她呢还是周周都会去，而且呢每次都会待到下午1-2点钟，公园相亲的人都散了，她才会离开。那个别站主路上啊，把那马路让开。我昨天晚上都12点多还洗，他们都洗完了，我不能搞卫生啊，我还得给人把那个洗衣服那个浴池里头或者外面那边了，要不然那卫生还得把它搞呢。说话的这位是李阿姨，和赵大叔见过一次面，她有意和赵大叔交往，不过赵大叔觉得呀，李阿姨挣的太少，并不想考虑。怎么样？你考的怎么样？我考虑半天，你连电话都没有，我考虑有没有考虑？我电话打了，那吵到好晚了，要我吗？要我吗？要不要你？告诉你看，那谁给他告诉错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他这么念的，我就这么抄的嘛。不可能干错，但是可能也就是能凑合俩人一块能过日子就行了。但是我又，首先我从我思想里边没有不愿意过那种日子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想找一平台跳一步。您闭眼，哎，那一说这辈子真是虚度年华，六十多白活。有什么劲啊？那个，你过去只能过去，你后来你这一段时间，这个不见得我说明年死了还好说点，我凑合找一个能过日子，或者混一年了，混2年死了，我要再活10年8年的，你说我这10年8年是不是得熬着？这就是煎熬。赵大叔去昌浦和公园相亲有几个月了，在那他还认识了一位女士，我们叫她周阿姨。周阿姨会一些中医按摩，她说她想试着治好赵大叔的眼。
人瞅着很坚强的人，啊，绝对是个像东北的那种男人，反正是条汉子。我们总觉得他有一种特别刚毅的那种就是性格。他也说过，他也说人得做点事儿，一生当中不能这样默默无闻，人嘛要有人存在的价值。赵大叔认识周阿姨一个多月了，可他还是周周不落去菖蒲河边相亲，而且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周阿姨。我只不过就是想借助他一点这个医疗这个实力吧，哎，能给我瞧瞧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别的还没想过呢。跟他讲清楚您的实际情况，啊，那可能没准掉屁股就走了。要给你瞧了，不给你瞧了，不会再给你瞧了，你信吗？要不咱们就赌一把，我只要把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些话，我如实的跟他说完了，你看他会绝对不会再给我来瞧了，你信吗？为什么？我有反正有，也可能我想的太狭隘，这个有很大可能性啊，不是说百分之百的。这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？对，不用，开始能疼了。好多了，这儿好多了，你这儿。嗯。不像从前似的了，现在还有。哎，没事。现在就急需片吧啊。嗯。你给我拍个片子。现在算什么？说。就算你积德行善。你要也不会我干嘛这么吃了蜜蜂水呢？非得天天往这跑。我那也得信自己。啊，对，是。忽悠的，不是魅力，没魅力，有什么魅力？瞎了。我还没魅力呀。有什么魅力啊？瞎了估计的。瞎了估计的，那这是一种，也是一种魅力，瞎的魅力。有我这么一样那么好的学雷锋的带头人，他们对你好，你再不开心，那你就自找苦吃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你就是跟自个儿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暂时的，就当时有点开心，过后更痛苦。谢谢你啊。这个不像北京大爷说的话。接触时间长了，周阿姨每次来赵大叔家都不是空着手，总会给他带些吃的。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特别好特别完美的那种人，你记住了，听着，我绝对的不是你想象的，那真是你想象的人，真的。我可能好多地方可能特使你特失望。我人里边都有自己那一面，那一面的。反正时间是能够考验一个人啊，因为要说假话人嘛也特别累。我现在心理障碍有好多，自己的就是我不愿意现在过早的暴露，对吧？可能在适当的时候，我肯定得跟你全盘托出。郭老太太说，她在公园找老伴儿都两年了。也没有人跟他搭话，他也不好意思主动开口，除非有人帮忙介绍。但到现在，介绍来的大爷他一个都不满意。七十八
我找花都是老热闹了，我都说想上哪玩上哪玩，挺好的。我还在惦记他没饭吃，泡汤，找一没必要。在那，那我治了跟你俩联系。那你这差不多了，我脱爹了。现在天能做饭吗？能扎缝纫机吧？能做针线活？能做被窝吗？说这样话的老先生并不在少数，可老太太一听这些，跟人家立马就没了好感。为此，多次相亲都是草草收场，没有下文。这架势这谈法就像找保姆一样，也不登记。你上你们家过去，我上班挨上，我在上班那给他伺候他当保姆，伺候够了我再跑回来。这两天，这过些日再有活，过年过节买东西干活，再去干去。那不是就这意思吗？郭老太太说，其实每月留多少工资，到什么时候把房子处理了，什么时候搬去养老院，他自己啊都是想好了的。但是一想到自己一辈子要一个人终老，他就怕。可来到公园找老伴儿，他还是怕，怕遇上自己信不过的人。就那老火头，他又离了一个，过了十年了也是。我说为什么跟他离？他有病，有了病了，他也没给登记，我听了他都不去了。不上他家去，我觉得他这处理这事儿不好。那老太太跟你过了那么多年，这人有病。你说我去了也有了病了，你说这人这是属于一个德的人。您不敢找这样的，就怕我不敢找。他也这样对您。对，你说好吗？叫我要走，我就搁这好赖给他一头印，就要看好他，通情达理，我就印他到底了。就这性格。相依为命就凑合过到了。这是郭老太太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不过年代久远，她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拍的了。但是她说，那个时候她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。遥想当年，郭老太太28岁，那时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交往3年，就快要登记了，新房都准备好了。而就在那时候，他的爱人下乡了，匆匆的走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他等着，盼着，盼回的却是爱人的死讯。再次在昌浦河看见赵大叔的时候，他说周阿姨已经2个礼拜没有来他家给他做按摩了，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给他。他自己眼睛不好，没法拨号，所以呢心里着急，也没法主动联系周阿姨。他请我的同事帮他拨通了周阿姨的电话。你干啥啊？你说我是谁啊？你听不出来啊？你说我是谁啊？我在家呢。还你好你好，你干嘛去？你这几天啊？你感冒了？现在没看见啊？那你好一点没有啊？对，我承认，但是这个我对你还真是一心一意的，你还不要不相信，真的。你要是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，反正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也对，这点我承认，你肯定生气了。你不生气，一礼拜不会打的，不理我这茬，是不是？嗯。我觉得我太不争气了也。什么不争气？
是我办的不对。我跟小孙这儿，我就觉得应该早点跟他说。我确实，我就按照我这步骤，就是一步一步做的。但是可能呢，小孙有感觉了。什么一步一步做的呀？我就是准备，就是首先肯定不跟他说实话，再慢慢的跟我透，一点一点的透，让他慢慢能理解我。你那一步一步，你想最后一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想跟他结婚。你想跟他结婚？那次张卜和见到赵大叔一周之后，赵大叔把周阿姨约了出来，他把自己的过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阿姨。他们在后海边上的一个小酒馆里聊了三天。我要是想跟他过一辈子的日子，那我是奢望，知道吧？那不现实。你肯定不可能没有这种奢望。有，肯定有这奢望，但是你也分对象。像他这种人，估计那希望值太小了。不说没希望，但有希望，但是希望值太小了。我没抱着特别大的希望，真的。我只不过就是说。认识这么一朋友，我没白往来一试就行了。我觉得这是你心里面玩意儿。对，自尊心认为我心里也平衡点。我觉得我最起码我没说对不起他，我一直骗着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现在我敢跟你说实话了，我觉得一个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人了，说实话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。我敢跟你说实话，我就是认为我并没把我不当人，